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高雄亮起来，我是主持人昌邦。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喝一杯冰凉的果汁，非常的舒爽，也感觉好像很健康，很天然，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喝的果汁其实如果没有原汁率没有到达50%以上呢，其实里面添加了蛮多的这个有害健康的一些添加物。所以呢，在这一期八月份的消费者报道月刊里面呢，我们就有一篇文章是谈到了入口的是果汁还是大多是食品添加物。而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委员吴立秋吴委员，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委员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消基会南区分会的委员吴立秋，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怎么吃果汁吧。是，嗯，好，委员谢谢你。好，那我们在节目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那观众朋友在看的当中呢，也可以看看想想自己到底是喜欢吃水果还是喜欢喝果汁。那么在喝果汁的当中呢，你会不会去仔细看一看果汁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台湾是水果王国，水果种类多，品质又好，随处都可以买到。但是满街还是有很多果汁店帮您现打果汁，还可以两三种打成综合果汁，就是为了满足怕麻烦图方便的现代人。因为果汁可以把很多种综合打在一起比较方便。因为我住在外面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空就来买一杯，就会懒得去买水果来消耗。不过市面上还是有很多包装的果汁饮料，同样方便饮用，但是为了延长保存期限，加工后的果汁难免添加其他的成分，而且原汁率不到50%的果汁，消费者喝到的就不只是果汁了。包装的多少会加一些其他化学成分，我都加最少的糖，尽量不加，对对对，两分甜而已，对，因为水果本身就有甜味了，就是有防腐剂啊，然后就是不是天然的都浓缩的啊，这个就是真的是天然现打的，对对对，嗯，对，就是看得到比较放心。我们在家有打过果汁，如果全部都放芭乐的话，打下去它根本就是变成泥状了，那如果是泥状的话，你在口感上面就不是那么的好喝，对，所以基本上它有一个水跟果汁的比例。现打果汁虽然喝得比较放心，但是赏味期限非常短，因为果汁经过搅打后组织被破坏，增加氧化机会，放久没有喝完，果汁的营养价值就会慢慢流失。对对对，会变质，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喝完了。像我们正常冰就做成冰沙，那冰沙的话你大概就可以保存一小时，但是有的水果你做成常温的话，像苹果汁常温的话就是完全不冰，你像出去现在天气那么热，你去外面的话大概5分钟至10分钟就要喝完了，因为它非常容易氧化。直接吃水果可以吃到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全部的营养成分，改喝果汁虽然方便，但是其营养成分还是和水果不同，更别说是原汁率低或者加了人工添加物的果汁饮料，消费者在选购时不妨多加比较。好，我们刚在 VCR 里面也可以看到呢，街头小巷很多这个手摇的饮料店啊，甚至是果汁店等等的，都有很多人在这排队来买这个果汁啊，买饮料。但是呢，这些果汁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经委员也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果汁这项的这个加工产品的出现？它跟水果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样，水果的话当然是大家最爱，尤其是我们南部有很多很好的水果。对，那果汁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保存方便，还有保存的久一点，然后对于有一些牙齿不好的人，当然果汁是一个选项。哦，他可能咀嚼能力不是那么好，把它搅成汁用喝的，像 baby 啊或者是老年人，他如果牙齿不好的时候，因为毕竟水果里面是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的，除了说它的香甜好吃，然后它有糖分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营养素啊。那像说现在最近这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说我们的那个水果里面有含很多这所谓的植物里面的化学营养成分，有别于我们传统所知道的说糖分啦、蛋白质啦、油脂啊这一类的营养成分，或者是说矿物质这一类的营养成分。现在我们就是这最近十几年的研究，因为研究科技的一直进步，就发现说水果里面其实含有很多很多对我们身体健康，像说抗氧化剂啦，那像说有一些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免疫
力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水果长久以来，不要说我们人喜欢吃的，我相信连那些小动物、小鸟，都是以吃水果为生的。猴子喜欢吃香蕉，这个大家印象最深刻。是啊，是啊，所以水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食物。那它想要用保存的各种方式，这也是我们从古以来都有的，譬如说做成蜜饯啊，对，然后或是甚至做成葡萄酒啊，水果干，对，水果干哈，这些都是水果的一些。制成品哈，那他们各有各的价值，那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怎么样来有智慧的来摄取这里面使我们的身体最好。是，好，那我们把焦点放在果汁这个部分。那刚刚我们来提到的就是果汁，就大部分都是用一些加工的，变成这是果汁的饮料。好，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好像手续上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好像在这个报道月刊里面有看到是可以分五种的果汁的一种形态，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像天然的果汁，就自己在家里买的各种的水果，把它皮削掉，然后榨汁，自己打或者是打哈。那以前我们早期的就是 mixer， 就是打果汁机，大家都知道那里有四片刀嘛。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进步到说速度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现在就是号称说还有可以把那个什么细胞壁也打破的果汁来强调它的养分哈。那也有各种不同的做法。那其实我们这个文章里面主要讲的是工厂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它其实不是天然的果汁。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说浓缩果汁，它也是工厂做的，它就是把这个果汁哈，为了保存的方便，它把它浓缩，把里面的水拿掉，把其他的营养素都留着，就单单把水拿掉，水拿掉，所以它就会变成很浓。那通常就是说你买来以后再兑水回去还原，好，譬如有的是叫你加六倍的水，有的叫你加三倍的水，那还原成跟原来的果汁是100%的是一样的，那还是叫做果汁。那至于呢有一些就是只有水果香味的，就是就是叫做果汁饮料哈，或者是说水果饮品，它是一种或者是甚至更少的只有10%以下的只有闻其味，只有闻其味，其实里面是毫无营养素，几乎都毫无水果的营养的，也可以叫做果汁饮料哈。那所以我们消费者就是要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场合可能会吃不同的东西啦哈，不是说一味的说这种稀释的果汁就是毫无价值，但是呢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最好就是吃水果，是我自己的看法，其次才是打果汁。那为了生活的一些趣味，当然你也可以用果汁来稍微调点酒或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事那我们就是这样开心的来看待我们的果汁。是，好，那请委员在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针对消费者可能健康的部分啦，如果喝这样子一个加工过的果汁，那对身体里面有哪些是一些人工的一些添加物，对人体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一定会，那主要是为了保存的方便啊。所以会有一些防腐剂。我们消费者就是为了这个方便，其实我们牺牲很多很多，那现在的很多这个加工的食品，为什么这样子的过度的加工？其实我们消费者也有责任，因为消费者懒嘛。说白一点就是懒嘛，因为我们不想要自己做哈。那因此说这个方便嘛，那大家都忙着做很多其他事情，然后忘记了说我们原始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本能、一些生活的记忆哦，其实是对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加工的这些果汁哈，它里面放了防腐剂，它你吃进去容易。你要它让它怎么样排出去身体以外呢？那就要靠我们的肝，还要有我们很好的肾，然后辛辛苦苦再把它搬出去。是，也就是说你把一些垃圾不好的东西吃进来，那我们的身体就要替我们做很多苦工，把这些东西再搬出去，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吃太多添加物的东西，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对我们身体不好。所以在水果打成果汁的，有的还会沉淀，有没有？有的水果还会分色沉淀，甚至说还加了一些糖类。对，那因为不够甜嘛，不够甜，又加了这么多水，让你好吃啊。
是是是，是在制作那个果汁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水果，譬如说生产过剩，甚至说有些果汁水果可能卖相不好，才是把它打成做果汁。嗯、当然也有可能啊，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务实的做法，嗯、就是说你水果在过量的生产的时候，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果，我们要把它做成蜜饯，或是做成果干哈，脱水的水果哈。嗯，就是把整个晒干嘛，或者是用那个脱水干燥机把它脱水，它是保存水果的一种方法，然后尽可能的，这个还比果汁好吧，嗯、还比买的那个水果香味的饮料好。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那个10%以下的，你干脆喝白水算了。哦，就是看它的原汁率的多少，矿泉水还比较健康嘞、嗯。是。好，那即使说原汁率有很高的啊，譬如说真的是100%，可是它里面的营养素有没有会流失掉？经过高温杀菌，或者说在搅打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啊，什么维生素啊，或者说膳食纤维这些元素还会留着吗？当然一定会流失掉一部分啊，也许不是全部的流失，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会流失，尤其是你刚刚有提到的高温杀菌的部分，因为维他命 C 本身它就是一碰到热，你稍微给它煮一煮，就坏掉了，就破坏掉了，是，它就已经不是那个维他命了哈。那所以说，经过这些高温的里面，还有一些那些植物的植化素哈，也是会煮一煮会没有掉的。那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就是少了很多了。其实最后就是只有留下甜味，你如果要甜味的话，就加蔗糖嘛。哦，我们台糖的糖很甜嘛。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消费者选择的一个智慧。嗯，是。好，那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在如果真的还是要吃果汁啦，哈、嗯，就是在这个搅打的一个器具上面，像现在市面上有在推这个慢磨机，哦、嗯，甚至是说把这个果肉做一个分离，嗯，这样子好吗？这样子如果能不能就还是慢磨的话，你如果有看过慢磨机的广告，哈，不是有一阵子电视上常常在广告慢磨机吗？它一边打出水的那边，另外一边哈，其实它不慢哎，它1分钟80转哈，其实是很快的，1分钟80转就是像我们讲话的这种速度嘞，就咚咚咚 咚这样转了，是很快的速度。然后它一边就会排出很多果渣嘛，这果渣好可惜啊，那里面所含的纤维素，对，还有一些营养，就变成完全浪费掉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牙齿真的是这么不好的话，是可以吃啊，哈，是可以吃一些果汁。但是你所需要的那个膳食纤维从哪里来呢？你还是要去做打碎的果泥，或是打碎的蔬菜泥来补充啊。事实上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打碎的话，你最好是连渣一起吃下去。哦，这样子帮助摄取这个膳食纤维，对自己的这个排便啊、喔、也比较好，这个消化方面也比较好，做一些这个代谢等等的。好，那所以说特别提到就是说，果汁里面如果说，果汁原汁没有那么多，可能会加糖。那到底是糖会加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我们一天摄取的这个糖的有听说说加的程度是一半以上都是糖了。哦。那就是太过了啦，你偶尔把它当作甜点来吃一下是可以的，如果把它当作水喝是很危险的。哦，对对 对，因为我们身体所需要摄取的水分也是一个基本的营养素。那如果说你水分不够，你都是吃很多糖分的话，那你铁定胖到你没办法，就是一定要靠最后要靠减肥，那很辛苦的。哦，在吃的时候就要节制了。是。所以为了说可能在水变成果汁的时候也会变会比较酸，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比较酸？不会再更酸吧。但有时候是为了调味，它有时候是为了调味让你觉得比较好吃。然后它会增加它的酸度，让它更酸更甜，就会觉得更好吃。哇，这个添加了太多的东西听起来就有点怕怕。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果汁大概有哪几种种类？好像就是那个百分比的部分。您刚刚有听到说，我们台湾这边可以叫10%就可以叫水果了，是？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在法令的规范，它是为了一个管理上的方便哈、哦。那所以说，现在就是规定说，你需要标示，就是说我这一罐水果里面，我这一罐果汁里面
含多少的原来的果汁，啊，如果全部都是果汁的话，原来的果汁这样打出来就写100%。那如果给它兑水兑了一半，就是变成50%。哦，然后再少一点就变30%，也有20%，也有10%的，十以下就是不能写作果汁了。哦，它只能写说是，类似的字的意思，就是说水果饮料。哦，水果饮料，哦，水果饮料。但是我觉得水果饮料听起来不是比 果汁 还要多水果吗？感觉没有。但是没有，是很少的，是一个很抽象的一种想法，一种想象，说你吃的水果，它是有果香。为什么大家不知道现在水果的香味，现在的香料非常的普遍，你要什么香料它都比你原来的东西还要香。是，就是难过的就是这一关。对 对，就讲到我们之前一直爆发的这个食安问题，甚至有些东西就用化学的元素去 去增加的嘛。那实际上真的我们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学那个化学课，真的有一些是不是调一调啊，就有香蕉的香味出来，啊，就有橘子的香味出来。是，哦，所以这个真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再看一下它的，就是，人工的香味，原汁率的那个部分，哦，有10%。可能50%以下的，可能真的就要考虑一下了。对，那对，另外还有就是说要注意说自己有没有过敏的成分，哦，在里面，哦，也有的人，哦，譬如说里面如果用的是玉米的糖浆，哦，那个果糖，那些它其实是用玉米去做的，有的人对玉米过敏的话，他也有可能会吃那种果汁，所以还是要自己去看，因为他不会在上面标示说这个东西是对玉米过敏的人请你不要吃，他是不会这样标示的。嗯，因为现在我们的法律好像过敏的标示就是说鱼虾，哎，不，虾蟹会有某几样大家常见的，对，大家常见的会标示，但是你说像玉米都还没有列入标示。哦，所以说有过敏的人你自己要去注意，他要看标示。我们常常消基会的教育，大家来看这本杂志，我们消基会的报道就是希望说引起你的注意，就是说哪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去看的。那毕竟再怎么把关还是消费者自己把关最靠得住。是。好，那委员在书里面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广告就是100%纯果汁，好像还是有一些迷思在里面。啊，到底100%的意义是什么，纯果汁的意义又是什么？纯果汁就是全部是天然的果汁，是果汁，是100%。没错，对对对，就好像我在家里做的，把那个比如说皮苹果削皮以后打下去，哈，就想吃苹果汁，对，做成的苹果汁，汁对对。那因为一个水果，它本来就是水分占最多嘛，好，那但是我们在家里打果汁，其实我们都还有在加水，所以我们自己打的果汁倒也不见得是真的100%的。哦，对对，只是自己加的水会比较放心。对，你知道你吃什么了？你吃了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是。好，那我们在刚刚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果汁做成果汁里面之后，它的营养成分其实跟水果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请委员这边也来分析一下，到底水果它原来最它的营养素到底有哪些？甚至有人强调说要吃全蔬果，哦，甚至是连水果的皮啊、籽啊都要一起把它吃下去，真的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就是说它的营养素会在全蔬果才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皮当然是有它的营养，好，籽也是有它的营养。那籽里面大部分就是属于坚果类，它因为所有的动物的种就是植物的种子里面，它常常比如像我们最明显就是花生嘛，绿豆啊、哦，黄豆啊，它这里面就是会有含蛋白质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之类，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哦，但是有的籽很难吃，你怎么吃嘛？那水果的果子像葡萄籽这么小，可能外面还有壳这样。对，很难吃的。哦，所以我们是如果想要得到植物性的，应该是从坚果上去得，譬如说 nuts 各种的坚果，像核桃啊，杏仁。对，那我们打果汁的时候可以放几滴下去，可以增加一点营养素。哦，那如果说是皮的话，我是不建议吃。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现在的买的东西哈，它全部都是在运输的过程之中。水果的皮应该是上面喷的这个防腐什么的东西哈，一定是有的。我不用是专家，我就可以讲得出来。催化它，催熟。催熟是一种，最主要是它要防腐，因为水果一运不用一个礼拜，3天就坏了。那它要让它
漂洋过海，我们现在很多进口的水果呢，是它再怎么有营养，我也不敢吃啊。哦，甚至像我们以前知道是苹果会打蜡，对啊，那是最平，那已经是多年的，大家都知道，哦、大家都知道五爪苹果，不知道的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哦、所以我的想象就是。你这种尤其是进口的果子，我相信它的外皮一定是有很多的，就像有人说我们那有些橘子不是有一个套袋的橘子吗、哦、他说、哦哦、他差不多是十月就收成了，可是他是要放到过年来应试，过年的时候的橘子不是很吉利，大家都要买很多橘子、嗯、大吉大利这样，对，那种的橘子听说就是摘下来的时候就进了一个什么的水，防腐的水，然后才包起来的、哦、然后就可以放在冷藏，可以很久都不会坏。那这样子的话，你吃那个皮都要，我都建议大家，妈妈剥好，先洗净干净，全部洗干净，然后妈妈一个人在那边剥，剥好了就拿去给小孩子，不要这样一边剥着一边吃，一边剥着一边吃、哦，手上可能因为手上很可能沾了那上面的农药，或者是防腐剂，或者是他加什么。说实在，我们没那么大学问，不知道说他到底加什么，但是一定是有害的物质，就是防腐剂。简单的说，它就是防腐剂，因为。不管做什么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水果卖相很好啊。嗯、那你水果烂了怎么办？他风险很大嘞，那亏本的。对啊，就是商业的头脑哈，可能要做这个部分的处理。可是我们消费者要很清楚的了解这样子的手法。嗯、哦，好。那另外就是说，水果当然有它的营养成分在。嗯。哦、那我有人为了要这个健康啊，甚至瘦身，把水果当成水果餐。哇，这、嗯、这个部分。委员，您建议吗？或者说，水果餐之外、嗯、还要再补充哪些水果餐里面没有的营养素？对对对，我就是想要讲这个，就是说，你全部以水果为生的话，营养应该是会不够的，因为我们的五大营养素里面，你一定要有蛋白质、脂肪。哦、那糖分、哦、糖分就是我说的糖分是指，就是说它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像果汁，这也是一个迷思哦，就是果汁上面它会写说。碳水化合物什么？你以为它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结果它全是糖，全是蔗糖或者是那个果糖，果糖，哎，那样子的是比较不好的，因为它是等于是没有经过什么消化哈，就要由我们身体来吸收的话，那糖分对我们身体是不是这么好的。那所以说，你说你要吃全水果餐来减肥，我看也不见得能够达到，因为如果很甜的东西，或者是果汁里面如果有加糖的话，这么多糖分你也瘦不下来吧？哦、oh. ，那所以你还是要有蛋白质跟脂肪类来配合。当然，减肥的话，你食物的摄取量是一定是要限制的，而不是说吃哪一种就可以减肥。嗯，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应该是说你每一种都吃少一点，你就会减肥。嗯，而且减肥这个我们。也是常常大家都是一辈子好像都在减肥之中哈，大家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节制自己的饮食，是而不是说去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的过量啊哈，那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看电视的时候整包的那个小饼干这样一股脑的一包吃下去，那个是怎么会怕，怎么会瘦得下来呢、可能大家对水果餐的迷思就是觉得、它没有淀粉，或者说没有这个油脂、但是它的刚刚委员提到它的糖分是很高的，对你反而可能想要吃水果餐减肥，反而是越吃越肥，因为糖分高的关系。对好，那在节目最后可以请委员做一个最后一个结论，针对水果然后做成水果汁、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再提醒跟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消费者有一个这样子的智慧来维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就是选择好的水果，然后自己能够就是说不要被这些广告把你左右了、然后就自己都没有自己的判断力、还有就是说以为说只要吃一样就好，这都不对的。是好，那么今天就是今天的高雄亮起来的节目，为您探讨的这个，你喝的是果汁哈、还是喝的都是食品的一些添加物？也希望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能够多加留意。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委员吴立秋委员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探讨，谢谢。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请大家收看高雄亮起来。
凝视每张专注的面孔，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阅读每缕传承的独特记忆。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阅高雄。每日透早，阮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拢会使看到阮的身影。因为这二十几年来为高雄市民服务，就是阮上。